叫独树一帜，他说这么多网民向您提问，您不可能一一回答的，那么请问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？这位网友的意见一针见血，他是说在线的网友的意见有数十万，没有在网上的群众的意见那就会更多。总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我想告诉这位网友，我和我的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并且我们的政策也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来证明是否正确。我曾经多次引用过这样一句话，和知屋漏者在狂语，知正师者在草野，最能了解政府的是群众，最有资格评价政府的也是群众。群众信任你，你才能坐在这里。你坐在这里，就要为群众服务。我将本着这个信念，为群众